好，哎、欸，打 boss 打 boss 啊！快点快点 ，boss 出了，你不行，那我来好不好？巫师坦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有有有，掉掉掉掉装了掉装了！我今天超级欧洲的，玩了 COC 热血杀戮，真的让我很惊艳。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真的非洲人呢，但是在 COC 我终于有点欧气了。我去打了三次世界 boss， 有两次爆了50000的钻石包。Hello， 我是你们的凯奇，今日有幸被邀请来试玩 COC。其实我还蛮害怕的，因为我不想因为我太飞导致大家以为 COC 的爆率很低。我其实一开始关注到这款游戏呢，是因为看到铺天盖地的广告说这个游戏爆率高，而且还有高杰大哥代言，还有我们的 MMO 大课长中的神林董作为福利官。那我就想靠杯啦，这个 MMO 这么厉害哦，代言满天飞，还有这么多优质实况组在玩，好，那我要拿到这个游戏的工商。刚刚不知道可以不要录进去吗？那个靠杯。好啦，感谢 COC 热血杀戮的官方找到我。其实我觉得这还蛮好笑的，因为我之前有玩一些卡牌游戏和 MMO， 每次抽卡和充装都特别非洲，然后 COC 热血杀戮宣传的爆率啊，还有充装概率就是很高啊。然后开发商就说啊，既然我这么非洲，那我就来测一测爆率的下限好了。那其实 COC 这个游戏里面呢，有四大职业：骑士、领主、巫师和刺客。那这四个职业呢，各有两个转职方向，一共有36种变身。那其实 COC 比其他 MMO 更不受限制，不管你选哪个职业，最后都能够拿到自己想玩的变身方向。我自己的话，其实更加喜欢玩女巫，因为女巫是魔法攻击，我对远程攻击和具有魔法的职业还是会比较感兴趣。也没有不推荐玩其他职业啦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。有些人比较喜欢玩坦克或是肉一点的，主要是 COC 不像其他躺平的游戏，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和实力的。那我觉得大家玩自己比较习惯和擅长的职业，对于战力的提升和升级才一定会有帮助。而且我觉得男生会更加喜欢玩骑士和领主吧，这两个职业都非常 man， 很有男人味呢。说真的，玩的 COC 真的让我很惊艳，因为我想说COC 的爆率真的超高好吗？我这个账号还是无氪的，我试玩了一周不到。那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真的非常非洲，经常充装就是很飞，有时候打 boss 别人掉的都是极品装备，我掉的是一般资源，就会很生气。但在 COC 我终于有点欧气了，我就打了三次世界 boss， 两次爆了50000的钻石包。哎、欸，跟开发商交流后才知道最高可以获得10000000的钻石包。哎，这套爆率真的超顶的好吗？因为 COC 号称真男人的新天堂嘛，那我想对男生玩家说，你们真的有福了。 COC 确实跟别的 MMO 不一样，玩法、美术、充装概率、资源、福利等全部都超赞的，一定要预约和下载哦。那我也想对女生玩家们说， COC 在韩国有超高人气，下载榜单常驻前几名，而且很多优质男士在玩，说不定在 COC 这个多人同频的 MMO 游戏里面，你也可以找到心仪的另一半哦。